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中午有没有吃饱呀？啊，好吃不好吃啊？好吃。嗯，对，啊，对。今天这个我们吃的是受十方的众生供养的，所以呢，民间也叫千家饭。实际上不止啊，对不对？万家饭啊，在五台山啊，我们佛教文化呢还流传传承到今天啊，在人间这样一个文化超过三千年了，啊，所以就五台山这里的也可以追溯到周朝，所以今天七月十五，佛欢喜日、生字之日，也是啊，我们孝亲报恩日，我们盂兰盆供啊。这样一个殊胜的法会，啊，一在五台山这里，就可以把我们多少代的祖宗、祖先都可以啊包括在其中啊。孔夫子是春秋时代的人，他现在的已经是多少代孙了？已经是七十多代孙了，七十多代了。我们佛教啊，一直到周赵王啊，佛陀周赵王啊，多少年 啊？然后佛陀是出生到人间的啊，那到现在，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所以我们来参加这个法会啊，这个时空历史就很亲切啊，所以忆念祖先的时候呢也很方便啊，就坐在五台山的这个文化的光环就笼罩着我们的历代祖先了，哎，然后我们心灵的光明呢又可以超越时空啊，又可以回报我们的立身父母。我们此生为人，我们上一生，我们无论哪一生都是有父母的。哎，所以以佛法的光明啊，又可以照见立身的父母。以佛法的功德也可以报答我们生命中有恩者啊，哎，以功德来报答他们的恩德，以我们的这个福德
修学佛法的福德也能回向给冤亲债主，啊，去偿还他们的就是过去的债，啊，还债，在这一片千年古刹的复兴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兴隆的啊力量里，啊，复兴它是一种很大的力量。平时我听到机器声，听到工地里的种种的声音，我就听到一个复兴的一个交响乐，那样充满了动力和生机。一二三，一二三，再高一点，再高一点。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在这里啊，也是感受到。所以今天7月15啊，虽然是进入秋季了，盛夏之后这个初秋，7月15又称为叫少阴，因为暑气刚过的时候，这时候恰恰是我们可以通这个阴的这个状态。所以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里面，这个时候又是作为子孙和祖先比较容易感通的这个时节。但是我们你看感觉一下，今天我们在这里有没有阴气啊？有没有阴气啊？你有没有感觉到阴风阵阵啊？不会吧？哎，有没有感觉到乌云满天啊？没有吧？哎，这就是在这么殊胜的佛地啊，五台山文殊菩萨的这种力量，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怎么带着多少众生啊，多少业力啊，到了文殊菩萨的面前都哎，就是沧海一粟啊。所以圣地的能量场，当你站在五台山，你一个人感受完了，你觉得你的力量能够对五台山这里，你能会让它改色吗？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前程奉献给这个圣山，也特别容易去感受到这样殊胜的对境。那要改变我们命运中的那些负面的啊，或者要完成我们生命中的善愿，显得那么坚定啊，因为就是觉得这个没问题啊。特别今天又是佛欢喜日，生死之日，今年的吉下安居啊，120天啊，以往都是90天，今年有一个闰四月啊，闰四月就是。等于是以前吉下安居是3个月，今年是4个月。我们汉传佛教这个整个这个佛教界啊，都是这一天解下，出家人精进修行，是一个总结一个段落啊。这一年来说，精进修行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个节日啊，从佛陀啊佛陀成道之后就已经定下来了。今天的超度法会盂兰盆供是目犍连尊者发起的，他刚成道的时候就10几岁，成阿罗汉道是10几岁，那个时候佛陀按照我们汉传佛教来说就31岁啊，如果按照上座部的说法，佛陀36岁啊，所以这个在佛教里这个是历史悠久的啊，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历代的祖师就做就是这样的，我们出家人每年都要过这样子的。那我们这一辈子出家，你像我26、27年了出家，那历代的祖师，我师父出家70多年了，他也是这样子过来的。
师父的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一直到佛陀，都是这么过的呀。啊，所以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就置身于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文明当中，所以在盂兰盆经里面说，修行人啊，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叫其德汪洋。所以我们佛陀的七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五众，都是在这殊胜的日子都会供佛几身。所以这么样一个厚重的积淀，从佛陀三千余年来每年如此。我们佛教里来说啊，在重大节日里啊，一个是佛陀的圣诞四月初八啊，还有就是七月十五，哎，我们讲佛欢喜日，佛欢喜日啊。我们汉传佛教纪念的呢，还有一个叫腊月初八，腊八，大家喝腊八粥啊，佛陀成道日。那七月十五就是为了庆祝很多的出家人成道啊，证圣果，证圣果，修行精进，进步了啊。所以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啊，每年如是啊，每一个出家人都是这个最重大的啊，这个这样子一个节日。那我们今天就在这样一个就是叠加善，就是善功德力的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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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多年叠加。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个重重无尽的这个功德海里啊。所以今天你们发善愿，哎，有什么那个呢，叫善愿成就啊。所以对不对啊？哎，什么愿是善愿呀？ 对，自己要啊，通过学佛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我应当要求自己的。哎，对不对？今天发愿把烟戒了，对不对？今天发愿把酒戒了，今天发愿把那个手机戒了。啊，这样子才是善愿啊，对你又比较有意义啊。有的人一发善愿就是要求佛，佛已经圆满了，你要求佛啥？对不对？要趁着这个功德力要求自己啊，哎，改过啊，测进啊，啊，能向善之道啊，啊，这才比较有意义啊。啊，借助这样子的一个真上缘加持力，啊，这样子叫善愿成就啊。希望我能够对这个轮回看清它，与轮回世界发出出离心，这个愿比较好，对不对？你说这个轮回苦海继续泡在里面，像泡澡堂子似的，这你说看，然后人生泡成猪身，猪身泡成牛身，牛身换一个狗身，哎，泡在里面跟泡澡一样的，你看都在里面变戏法啊！要怎么样与这个轮回看清它的面目啊？随业流转呢，我能够跳出来。虽然随业流转的，我借由修善能修点善业，但是有漏业跟无漏业比起来，是无漏的功德重要。啊，所以我能够对这个轮回的有漏能升起厌离，甚至更进而出离，然后能够发超出这个轮回的世界。你能超出了，你就能带两个人，对不对？你自己都超出，你带谁？你拖别人后腿差不多。啊，所以自己能够出，那就能带几个。你力量大，心量大，那就更加发菩提心。啊，我处理生死，我也要令一切众生都能够脱离生死的苦恼，得到究竟的安乐。
所以这也就是当菩提心发起的时候啊，这个了不得了呀！啊，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也称为叫大道心。如果一个人一旦菩提心发起了之后，他的心的光明，他的心的力量超于日月，能超日月的。如果光是厌离心、处离心还没有那么大啊，所以说身为罗汉，他的力量啊还是有限。但是如果发起广大的菩提心之后啊，那了不得了。你像我们今天在座，我们讲啊，一的对我们最有恩的父母的恩德思念意念，然后呢再啊放大到我们的历代祖先，然后到立身的父母，然后再普及于一切众生。你想一切众生在无量劫的轮回中，实际上都做过我们的父母的。我们轮回到现在因为什么呢？我们轮回到现在因为从时间上来说是没办法计算的，我们轮回到今天可以说也是无量的。但是 有量的众生在这个无量里面，他的机遇做父母的机遇是很高的，做我们一千次父母都不止的。今天能做到这里，你相信不相信？哎，无量劫轮回来，对不对？前后左右看看，这都是过去的妈爸，每个人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所以不仅仅现场，我们也为所有法界中一切轮回的如母有情而发菩提心。我们今天的法会在这个圣地就像一艘慈航，我们上船了，再用我们的心去链接，用我们的心去网络，哎，网络，我们的心像发射台一样，把所有有缘的众生都链接在一起，都跟上今天的这个慈航。啊，前天大势至菩萨啊，也叫金刚手菩萨的圣诞，一切佛的力量啊，这个月又是地藏月，大愿地藏王菩萨啊，以法身佛的功德力普摄一切众生啊，用头顶戴，大势至菩萨说用头顶着众生，顶着如母有情，地藏菩萨也是，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用整个的功德力啊，头顶着手托着，把众生从地狱里啊拖出来，从轮回里得解脱啊，已经脱出轮回的，已经成佛，已经做菩萨的，无边无际，不可称数啊，文殊菩萨都数不过来，佛说以我天眼所见尚不知边际啊，我一读到这里就惭愧啊。哦，特别是读到经典后面说什么玄出玄入，这就讲我们嘛，然后前面已经度掉的佛菩萨里面没有我们，然后玄出玄入有我们，哇！所以读读有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啊，惭愧啊，特别惭愧。所以就那个时候我读到地藏经的时候，我再让地藏菩萨失望，还再玄出玄入，这个太老脸皮厚了就。所以我们这个去年啊，这个疫情前面，我一次公开法会在国内啊，我们就
现场也是一两千人，我们就是喊，哎，自我反省啊，然后我们自己就喊自己是老赖啊，我们就是轮回的老赖啊，轮回的老油条呀，啊，哎，想想是不是这样呀？是不是这样？哎，你学佛越学就会越知道，哎呀，太惭愧了，太惭愧了。没学呢，懵懵懂懂啥呀？你说啥呀？我也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嘛，就是因为不知道嘛，所以赶快学，学了就会有德性，是什么德性啊？知道忏悔啊。忏悔是一个很重要的德性啊，啊，哎，所以上次我们也背这句嘛，啊，所以如果有惭愧了，有忏悔了，就可以从地狱里出来了。如果能知道感恩了，就会去往生天堂了。哎，所以上次喊的这个，你们还记得吧？我们再来喊一遍，好不好？忏悔出地狱，感恩升天堂，然后再加一下啊，我是轮回的老油条，哎，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要鞭策自己。这生你想解脱吗？你想解脱吗？你不想，如果不解脱，下生还能有这么福报吗？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圣地啊，现在在这个大法堂里面，你知道多庄严啊！这个在这个世界，在很多众生眼里，我们现在现场简直就是跟菩萨一样的呀，对呀。不要说来生这个了，你下次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的。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你下次我们这么多人还能凑在一起吗？凑来的约约不了的。这次我们相见也不是约来的，下次纵使约也约不来，是不是呀？哎，所以为什么让你们左前后左右看看？哎。我们在学习《无量寿经》也是讲这个，为何求生净土中？因为娑婆世界不相逢啊，娑婆的轮回路上不会再见的啊。纵使你这辈子再轻，哦，我们有的相爱的人说，我们生生世世。哎，海哭死了，海哭了，家里池塘还没哭呢，心就变了。海哭的，不烂也把拿锤子锤烂了呀。对不对？哎，有的那个结婚证还是新的呢，感情已经旧了。最主要就是什么呢？真的。你再相爱，下次要讲约定啊！我们在一起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个几率太小太小了，太小了。哎，不要说彼此我们不认识，我问你，我们在座的问你，以前是谁？叫轮回路上不认己啊，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啊，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别说老年痴呆了，就现在好像问你去年这时候你在干嘛，你都想不起来的。啊，昨天中午吃了多少饭？有可能也忘了。这所以叫白痴，知道吧？这个轮回是一个非常这个程序是很烂的一个程序，哎，就这种破烂程序我们玩的是百玩不腻啊，这也真的是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五台山是智慧的圣地，我们用智慧去关照啊。你说要老祖先走去极乐世界，你自己不去，这个实际上你心结不开，他心结就不开，你知道吗？是连着的啊，它是连着的啊。我超度了很多祖先，有跟他们交谈过啊，交谈。有的祖先上来是有抱怨子女，说他们也不看我，忘掉我了啊，也有抱怨。但是他们抱怨了之后，他马上又替子女说情，马上替子女说情，就是那个护短，知道吗？护短，一边知道子女这个不孝，一边马上又护他们那个短。我讲这个，我们在座能体验吗？父母亲对孩子们没有太高的要求啊，但是啊，总的来说，一上来都是讲子女。大多数是讲子女的不孝，还有一小部分是讲述对子女的思念和牵挂。总的来说，对父母死了，他回过头来讲，他的心里还是把子女放在第一位的。不管是埋怨你，还是牵挂你，实际上，父母的心里面永远把孩子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你心里面孩子是不是第一位呀？哎，多少人来供斋，就是说我替我儿子供的，我替我女儿供的，你自己呢？我自己就算了啊，都是替子女的啊。所以中国人说，100岁的父母啊，对80岁的孩子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啊！我也被感动了。你说他是鬼吧？他是鬼了，但是他的情感呢？啊！实际上，这个情感就是佛菩萨的情感。佛菩萨有修行，能够有能力。也就源于对众生的这份情感，而广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佛陀说比喻啊，他说我对众生如我独子罗诃罗。啊，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作为解脱的代表，我们心结能打开，心开一结的话，你的祖先哇，那简直就是莲花满地，全部开放啊！我们的心灵状态将决定了我们身后面数也数不清的众生。哎，我们今天特别法会的这个心态很好很好，我们的那个后面哇，那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得法益啊，所以我们就看自己的心，就看自己的心。然后你身后的那所有的众生的业也会呈现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克服一点。克服我今天为什么我心情比较郁闷呢？我这不高呢啊，然后我这个甚至我今天生命力怎么觉得特别好像虚脱一样的呢？好像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呢？然后师父只要一讲话我就要打瞌睡呢？啊，就代表你这个背后啊，啊，那个科幻电影说这个脑机接口啊，人的后面有个脑机，不用那个的，不用接口的，我们这个人大脑本来就是连通的。
啊，本来就是恋童的。哎，所以这个人，你看这个后脑勺啊，这后脑勺，这个很奇妙的。哎，那个脑中的那个松果体既向前，眉心这里也往后，哎，那个风池两个当中那个地方啊，哎，很奇特的。哎，那个济公活佛，嗡嘛呢叭咪吽，后脑勺一拍就有神通了。啊，然后民间有说法，做噩梦的时候，做了噩梦如果不想做，起来对着枕头吹口气，你那个噩梦就不会再继续了。啊，哎，又教你们一招啊。哎，所以说后脑勺你别看啊，沾着枕头。啊，还有得加持，有时候也是那个加持品啊，什么？你看，我有时候喜欢把加持品放在枕头这，哎，睡觉的时候，你头碰到枕头啊，然后那个加持品也可以加持到大脑，哎，加持到通过大脑，然后，还有这个佛珠也是，你手里面只要拿着佛珠。你手接触的佛珠，这个因为是佛珠啊，佛珠的这个信息量，它因为是在佛门里，你看，从佛陀到历代祖师、历代高僧，大家都拿着的呀。所以你拿着佛珠好嘞，它就会带着你往高处走的。你手摸着它，你挎在脖子里，贴着身体，啊，你套在胳膊上。都会净化我们的血液、气脉、神经，哎，业力场，哎，发现有一个，你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被附体了之后啊，哦，他那个鬼他就怕这些，他马上就把全部都宰掉、放掉，不要，离那个远远的，眼睛红红的，我就知道了，这些东西他还是怕的，啊。你们怕不怕鬼呀、啊？怕不怕呀？哎，我告诉你们个秘密，鬼怕你们。你觉得人怕鬼，鬼还怕人呢？特别你有信仰的，哇，那还了得呢。所以我们有信仰的啊，你哪怕拿着一个佛珠，或者带着一个护身符，啊，哎，你的护身符里面，比如说比较有加持的，实际上我们出家人的衣服，特别是袈裟啊，啊，所以我们去每次去朝圣啊，比较殊胜的那些佛像啊，比如说去印度菩提迦耶的。那尊佛像啊，正觉塔里的佛像，比如说啊，在拉萨觉沃佛，是我们文成公主从大唐啊那时候运到西藏去的那尊佛，她穿过的袈裟，在缅甸也有一尊佛像，也号称是跟那个一样的，是佛陀亲自加持过的，啊，这殊胜的佛像身上披过的袈裟。实际上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出家人穿过的袈裟就有加持力。在《地藏十轮经》里就讲到，如果我们得到出家人披过的这个袈裟的这个布的话，在身上带着，啊，这个种种的这些鬼啊，这些他都不敢靠近的，不仅仅不能害你，甚至哎呀恭敬你会，哎，离老远很多一群鬼来给你磕头。啊，原来你带着圣物三宝物啊，所以像我们恭敬供养三宝，恭敬供养僧宝，这个僧宝是住持三宝的，三宝住不住世，在不在世间，主要就是看僧宝，所以我们如果恭敬僧宝，就会得到法宝和佛宝的加持，然后就会得到叫满愿的，就是这样殊胜的果报。
今天我们在第二金刚座大圣五台山文殊大师座下，释迦佛陀面前学三世诸佛离尘而成道，学历代祖师，不染世间之业缘。一个人能降服自己的心魔，自得天魔外道，亦能拱手归正。出家之人能出烦恼家，出迷惑颠倒的家，出三界的家，能够回归自己清净的本心之家，能追随诸佛菩萨的正法之家，能回归诸佛菩萨清净的极乐之家，自利利他之德，可以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以当佛陀他融入在法界全平的状态，佛陀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跟宇宙是等量的，叫量州杀界，杀那个是尘沙的世界，微啊，就是说啊，广大的这个无边无际的世界，佛的身体是量州杀界啊，曾经应现到我们地球来，视线八相成道。哎，那就知道了，我们佛教属于什么？什么文明啊？是不是地球文明啊？是不是宇宙文明啊？哎，是地球上最高的文明，而且也是宇宙中最高的文明。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是星际大移民啊！我们今年刚发了一个卫星，奔向了什么火星是吧？还是金星啊？啊？哎呦，现在正在路上跑呢。啊？哎，我们要去极乐世界，要不要这么笨拙啊？然后听一听，我先去加点油，要不要啊？不需要的呀。啊？去极乐世界不要加油，也不用充电，就只要念个简单的“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是不是越高级的越简单啊？哎，你要知道这宇宙里越是高级的就是越简单啊。所以这一句简单的阿弥陀佛佛号高级到只有佛和佛才能解释得清楚啊。这个大家听得懂吧？啊，那你想看多少高大上啊，对不对？哎，多少高大上啊！那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去到极乐世界，就可以星际大移民。我们今天在这里开法会，就把我们的老祖先全部星际移民到了极乐世界。你说我看不见，你这看不见，你要看见还移民不了了呢？因为你只要看见的都是低级的，你只要看见的都是不咋地的。是不是？你那肉眼，你太把你的肉眼看得太重了吧？你的那肉眼，自己分析分析看，那肉眼，只是看到这个世界的频率，哎，有的说是400纳米到700纳米，有的说是300纳米到700纳米，就那一点点，
就那一点点频谱。哎，稍微正确一点的我们都看不见，我们只看到错误，所以我们被自己的业力欺骗了。为什么是苦啊？轮回为什么苦？因为首先你想活不真实，哪里有真实呢？你现在看那个太阳光是八分钟前发出的，当你看到又过去了，你就看不到当下时，你看到都是过去时。你能看到真实的世界吗？你真看不到，你只看到一个影子，还是错误错误错误之后的影子，好几层错误之后的影子，你根本碰不到正确，哪有正确？我们现在在看到的，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就叫色蕴，在这个色蕴里面，我们不借助佛的智慧，你都超越不了当下的色蕴啊。色蕴是从愚昧里来的，你有愚昧就有色蕴，你开了之后色蕴根本不存在啊，这是相对的。你说它有吗？因为你笨蛋所以它有，你要有智慧它没有。所以佛教才是和平的呀，佛教不是征服别人啊，佛教要超越自己啊，看到自己的狭隘，看到自己的错误，然后怎么开显我们的智慧。请问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佛性啊？有没有佛性啊？我们的佛性是不是圆满的呀？哎，理论上说是圆满的呀。但是如果不是佛陀来给我们证明，我们知道我们有佛性吗？如果不是佛陀来给我们证明，我们知道我们佛性圆满吗？如果不是佛陀来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恢复圆满吗？我们怎么找到自己的佛性来受用呢？我们虽然有，但是因为迷的缘故等于没有。我们虽然圆满的佛性，理论上是圆满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的缘故，你不知道那个圆满的是你的佛性，所以我们不得受用。虽然我们的业，我们的种种的业是虚妄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虚妄的，我们很真实的被锁链它锁着，所以轮回中很真实的痛苦。但对智者来看，请问我们所受的煎熬啊，包括地狱啊，每一层地狱啊，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呀？对于智者来看，它不是真实有啊。所以智者的智慧可以遍见十八层地狱，可以照见诸天、天堂、天王，他们的业、他们的受用，都可以遍见。因为辨见的缘故，所以有资格说有还是没有，所以有资格来度众生。如果佛的智慧没有辨见，没有彻知这一切，你讲度众生那是骗人的呀。你不了解众生怎么度众生啊？你不知道众生的业是从哪来的，你怎么度众生啊？哎，所以请问我们三宝，我们的佛法身是不是真实的呀？哎，你就看他对我们轮回描述的多透彻，你就知道他有多少遍照的智慧，你就可以推定他有资格带领我出去，因为太熟悉了，他太熟悉了，他比我这个轮回，我这个稀里糊涂的瞎眼，我都给他照一个轮回出来。哎，你说别人能清清楚楚看到来龙去脉的人，所以他要解码不是很简单吗？啊，对不对？我为什么现在轮回就出不去？因为我不了解轮回啊。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节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莫要伤害感恩心。居住在湖边的村民大都以捕鱼为生，而他们的工具既不是渔网，也不是鱼钩，而是鸬鹚。通常渔夫在捕鱼前都要用细麻绳在鸬鹚的脖子上打个活结，然后便驱赶他们捕鱼。这样鸬鹚捕捉到了较大一点的鱼时，就会被脖子上的麻绳活结卡住，无法吞咽进肚子里，只能将鱼吐到渔夫的网里。大叔，这鸬鹚可真是训练有素啊。我这是第一次亲眼看到鸬鹚捕鱼，真是太神奇了。你们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看什么都神奇，而在这里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捕鱼的。大叔，你说能不能训练的这些鸬鹚即便不用麻绳束缚住脖颈，也不会将鱼吞到肚子呢？那怎么可能啊，毕竟他们是鸬鹚，哪里能抵挡住鱼的诱惑。大叔，我说的对吧？没错，鸬鹚被驯化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么长时间的驯化还是没有办法让他们主动吐出鱼来，只能靠麻绳束缚住他们的喉咙。哎呀，你们看那只鸬鹚的脖子上怎么没有麻绳？哦，那是李大哥家的鸬鹚，它是唯一一只不需要束缚住喉咙还会将鱼吐出来的鸬鹚。两位年轻人看着李老伯家的那只鸬鹚从水里抓起一条鱼后飞回李老伯的渔船上，然后将嘴里的鱼吐进了鱼筐里。真的呀？那位李老伯究竟是怎么训练这只鸬鹚的呀？他哪里是训练出来的呀，他这是为了报答李大哥才这样做的。哦，报答李老伯。没错，那是2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在湖边发现了这只鸬鹚，当时它的翅膀受了伤。哎呀，这只鸬鹚的翅膀怎么伤得那么重啊？我看着应该是被猛禽给抓伤的，伤得这么重竟然还能逃出来，真是不容易啊。即便逃出来又能怎样，它伤成这个样子也活不了多久了。不要害怕，来，让我看看你的翅膀。李大哥，你要干嘛？你不会想要给他医治翅膀吧？我看他的翅膀经过医治的话，应该会好起来的。即便好了又能怎样？这是只野生鸬鹚，
一旦治疗好了就会飞走的。没错，如果他还小的话倒是可以驯养起来，这么大了已经很难驯养了。难道救他的性命就只是为了要驯养他捕鱼吗？心地善良的李大哥最终将这只鸬鹚带回家并为其治疗伤势，经过他的悉心照顾，鸬鹚的伤势很快便好起来。李大哥，这只鸬鹚已经完全康复了。是啊，这个家伙不但恢复得很快，而且特别通人性，虽然现在已经能独自飞行捕食，可他却一直不愿离开。那样不是更好吗？你正好训练他为你捕鱼。你也知道，这么一只成年的野生鸬鹚是很难驯养成功的。哎呀，李大哥，你的鸬鹚要飞走了。它并不属于我，如果它想要选择自由的生活，那我会成全它的。真是漂亮，我第一次看到动作如此敏捷的鸬鹚。可惜他不能像驯养的鸬鹚那样将捕来的鱼送给我们。谁知道阿宇话刚说完，那只鸬鹚竟然飞到了船上，然后张嘴将刚抓到的那条鱼吐进了鱼筐里。天啊，他竟然主动将到嘴的鱼送给你，而且他脖子上还没有麻绳。李大哥，你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什么都没做，或许他这是想要报答我吧。原来是这样啊，大叔，你能带我们去见见那只神奇的鸬鹚吗？是啊，我对那只鸬鹚也非常感兴趣。大叔，你带我们去李老伯那里看看那只鸬鹚吧。李大哥最近生病了，他已经有一星期没出门了，听他儿子说他的病不轻啊。哦，医生说了，你爸爸病得非常严重，需要去都市里的医院做手术才行。可是那需要一大笔钱，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啊？妈妈，你不要太担心的，钱让我来想办法吧。我这就带着鸬鹚去湖里捕一些鱼来卖钱。要想凑齐手术费，得捕多少鱼啊？你父亲的病已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妈妈，你不要太忧愁，有我呢。说不定我能采到名贵的中药材真天水草回来呢。前几年我们村里不是有人也采回来，卖了好多钱度过家中的难关吗？真天水草又没生长在湖里，怎么可能采到呢？好了妈妈，不管怎么样，爸爸的手术费就交给我好了。走，我们去捕鱼。为了给父亲凑足医疗费，阿唐每天一大早便会带着鸬鹚去湖面上捕鱼。然而随着父亲做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卖鱼换来的钱根本无法支付手术费用。什么时候才能赚够爸爸的手术费呀？这时候那只鸬鹚刚好叼着一条鱼飞了回来，他将那条鱼吐进鱼筐里后歪着头看着阿唐，然后朝其叫了几声。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可是即便这样也救不了父亲啊。就算把整个鱼筐都盛满了，也没有一株真天水草值钱，如果能采到的话该有多好啊。怎么，连你也要抛弃我们飞走吗？没有希望了，剩下的一道曙光也都熄灭了。湖对面是九溪沟，有好几条溪水从山涧流入湖里，而真天水草就长在那山溪间，那里地形险峻，路途崎岖，人烟稀少。让阿唐没想到的是，那只鸬鹚竟然采摘了一株飞了回来。啊，真天水草，是那名贵的药材真天水草啊。鸬鹚用尽全力将真天水草叼到了船上，接着他疲倦地朝着阿唐叫了一声。阿唐看着真天水草，然后一下子抱住了鸬鹚。谢谢你，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下我父亲有救了。阿唐卖掉真天水草来支付手术费，不久李老伯的病情也因此渐渐好转起来。
经历了这件事后，他们家的那只鸬鹚被村民传得神乎其神。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这里用鸬鹚捕鱼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了，可从来没听说过有鸬鹚能飞到九溪沟上游的山涧里采真田水草的。可不是吗？真田水草生长在那边，一般人都很难到达的，鸬鹚是如何知道那里有这么名贵的中药材呢？并且还可以采回来，这一切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太神奇了。那只鸬鹚原本就很特别的，过去它不需要麻绳束缚住喉咙也会将抓到的鱼吐出来，现在又带回了真天水草，我想它做这些都是为了报答李老伯的恩情。你说的或许有些道理，那只鸬鹚真的很通人性，重感情啊。就在村民们纷纷称赞这只鸬鹚重情义时，阿唐却想利用它多采一些真天水草来换钱，可是那只鸬鹚却像是忘了自己会做这件事情一样。你家的那只鸬鹚不是能采真天水草吗？怎么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别提了，我有好几次将船划到湖边九溪沟前，指望它去采，可是他每次飞到九溪沟上空盘旋几圈后就又折回到湖心了。那上一次他是为什么飞到那里采回来的呢？那一次我在船上哭得非常伤心，后来他就飞去采回来了一株。我猜想他大概是要等到你特别伤心时才肯帮你哟。哦，真的是这样吗？明天我和你一起带着那只鸬鹚驾船去捕鱼，只要你听我的安排，我相信它一定会再次采回的。好的，就这么说定了。第二天，他们两人便带着鸬鹚驾船来到了湖里。阿唐开始哭了起来，先是小声抽泣，渐渐的声音越来越大，越哭越悲伤。那只鸬鹚也随着哭声变大，越来越激动。这只鸬鹚果然不简单，他这是在安慰他。阿唐继续哭着，那鸬鹚看了看他，接着神态渐渐严峻起来，他朝着九溪沟方向看去。哈哈，他这是准备去采真天水草了。成功了，你成功了，他飞去了。老板，看来你说的方法很管用哦。一个多小时后，九溪沟方向的天空出现了一个黑点，是鸬鹚回来了，它嘴里还叼了一株真天水草，它飞得十分艰难，就像一架出现了严重机械故障的飞机。你看，它真的又采回来了，而且这株比上一株大多了。哈哈哈哈，真是一只了不起的鸬鹚啊。鸬鹚飞到渔船上方后，几乎是从空中笔直地栽落到船上。阿唐和老板急忙查看，只见那鸬鹚身上伤痕累累，翅膀凌乱不堪，好多地方的羽毛也都掉了很多。哎呀，它怎么伤得那么重啊？不要管那么多，或许它在采的过程遇到了什么事情，但最重要的是它有将东西带回来啊。你说的没错，调养几天就会好了，不过即使用一只鸬鹚换一株真天水草我也大赚的。到底是动物智商没有那么高，真的假的他都分不清，以后我就用假哭的办法来让他天天来采。那鸬鹚看着笑颜逐开的阿唐和老板，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脸上的表情急剧变化，惊讶失望。鸬鹚慢慢地站了起来，然后凄厉地长叫了一声，一蹬腿飞了起来。哎呀，他要干什么呢？不好，他要逃跑了。从那以后，这只鸬鹚就再也没回来，他永远离开这个没有真诚对待他的地方了。